咦，句对白似曾相识咁，再睇埋呢个阵势。咁多人围住低头揿电话，冇错啦！祝精灵热潮一年之后再卷土重来。唔同嘅系，今次玩嘅唔止后生仔，老中青都一样啱玩。呢位姐姐出动两部电话狂督，佢又玩到咁肉紧，死啦！佢收住啦！啊，呢位伯伯又捉咗啲咩呢？都有，今日捉过。附近好似有冷冻石嘅兽。哦，嗰只雀仔。系啊，有条雀仔。哦，咁劲啊！系系。难唔难捉啊？咁？都难捉噶，都好难捉噶。嗯。啱啱今日咧，我喺鸭脷洲咧一个叫做水月宫嘅附近咧，嗰度有个点咧，嗯，就打到佢。哦。真系。咦，你都周围去喎咁？是啊，是的，咁我唔係話淨係捉精靈嘅，而係即係有啲嘢做啊，或者有啲嘢咧，即係去嗰度嘅啫。令 Pokemon Go 成功復活嘅秘訣又係咩呢？一直都係活躍玩家嘅 Wilson 就話，除咗有兩隻新加嘅神獸，打團體戰都可能係關鍵。咁嗰時我已經見到就係首先有好多人聚咗喺公園度，然後就有一個著酒樓制服嘅叔叔咧，其實都白嚟嘅，差唔多係佢咧就攞住部手機喺度指揮。十個人是不夠的，現在未夠人，即起碼要十三四個打才穩陣的。那個時候我已經看到就是那些各種階層，有退休人士，有一家大小，即有年輕的情侶，然後再加上一個酒樓叔叔去做指揮，就即大家聚埋很多人就很團結一起打急凍鳥的。即那那時即我都哇真的這種感覺都很久沒回來了。大家要不要補血啊，剩下快點下去先。那我看著那個場面是即這些說去獅子山下精神的東西不上下了。就大家好團結、好互助咁，即係一齊打贏第一神獸。咁然後與此同時，即刻就另外一個即係太太啦，係啦，即係兩母女，佢就講：喂，天后廟嗰邊咧有老機啊！哇，咁跟住之後，我哋一齊浩浩蕩蕩咁拉隊嚇，仲即係過隧道，然後行過去個天后廟。新一輪捉精靈熱潮幾時減退就唔知啦，但係至少呢一刻，大家都享受一齊熱血嘅感覺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